朋友们好，我是老宋，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侃大山。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啊，在一些宣传中啊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现象，就是一些有钱人、富豪啊、明星啊，这些人呢非常善良，非常有善心，他们把挣到的钱呢回馈给社会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比如说有一些灾区捐款呐，捐一些希望小学呀，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呐。说良心话啊，这些人值得我们称赞，值得表扬，对不对呢？当然，这些朋友呢，还有一些啊，他们的爱心呢，不止于撒向我们国内啊，撒给我们的同胞，他们还把自己的爱心呢，撒向了全世界。怎么说呢？他们会把钱呢，比如说捐助给一些非洲难民呢，捐助给一些有战争地方的，给那些有战乱的老百姓呢，会把钱呢捐给一些国外的大学呀，会把钱捐给国外的一些慈善机构啊，会把钱呢捐给国外的一些科研机构啊，让他们研究啊，怎么怎么样啊，他们把这称为大爱哦。说实话哦，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，就说这个大爱哦，我都会联想到我自己，就是瞎联想吧哦，我就在想，假如说，我说的是假如哦，比如说我有钱了啊，当然为什么说假如呢？因为我很难有那么多钱，估计这辈子不可能了哦，所以说我只能说，假如我有钱了，我成为富豪了，那么我会不会有这样的大爱呢？我会不会把这些钱捐给非洲难民呢？捐给那些有战乱国家的灾民呢？啊，会不会说国外有灾情了，我把钱捐回去救灾呢？我最后仔细想了想，我有了自己的答案。我自己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肯定不会啊！我肯定不会捐给他们。有朋友说了，你这个人太没有大爱心了哦，你这个人太自私自利了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我认为哦，人有大爱之前，得先有小爱。这是怎么说的啊？你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，在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比如说灾区捐款的或什么样啊，或者帮助一些特别贫困的人的时候，我得先把自己的家庭过好，我先让我自己的亲人把生活过好，至少衣食无忧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哎，我还有一些钱，然后我有爱心，我才能去帮助其他人。你说哦，我家孩子上学都交不起学费了，我家老人生病都看不起病了，这个时候我还拿出钱来帮助别人，你这就不叫大爱，我觉得这就叫精神病，对不对呀？你得先把自己的帮助好了呀，对不对？再打个比方说，你说我再有钱了啊，我已经不是考虑自己家吃饱穿暖的事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那么我肯定得先助帮助我身边的人呢，我的亲朋好友啊，对不？让他们呢，哎，稍稍提高一些生活水平，生活品质，让他们的生活都好一些，然后我再去帮助别人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侄子都吃不起饭了，然后我去捐助别的啊儿童的，我得先帮助我侄子吃起饭的，是不是呢？哎，这是我再有钱了，那么我再有钱了，我富豪了，我有钱了，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样？我肯定先把钱投入到我的家乡，先努力建设我的家乡，让我的家乡人们更好一些。等我们的家乡更好一些了，我才能去帮助别人。打个比方说吧，比如说你是个农村的朋友啊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你有钱了，你说你回到家，你说我得帮助我的家乡，先给我的村里修条路，哎，这是不是好的？等把我自己村里的修条路修好了，我一看看，哎呀，隔壁村也没有路呢，我得给隔壁修条路。哎，你这是善良，你这是爱心，这是慈善。那么你说啊，我回家来一看，我自己家这个村有没有路，我先不管，隔壁村我先给你修条路，把自己家这个村里不修路，那我就觉得你这个不是大爱了，你这个就是精神病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你先得把自己村的路修好，先得把小爱做好。明白老宋的意思吗？好了，那么我们把话题又回到刚才的话题，为什么我不会去什么捐助非洲难民呢？为什么不会捐助有战乱国家的那些灾民呢？啊，我比如说我有钱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国内还有多少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他们吃不好饭，上不起学，
那么有钱了，我们帮助帮助他们不好吗？我们帮助帮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不好吗？这都是我们的同胞啊，是不是呢？好了，我们生活中还有多少大学生需要勤工俭学，他们上不起大学，交不起学费，那么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拿出来钱资助这些大学生好吗？咱们不求这些大学生回报给我们什么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捐助他们呢？啊，是不是呢？你想一想，我们国内这么大，我们国家这么大，我们国内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，各种各样的。因为这些自然灾害，我们有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是不是呢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钱拿出来捐给这些人呢？啊，这才是。我认为这我们先把小爱做了呀，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国家的这些受灾的老百姓啊，那个朋友们呢，是吧，先让他们把生活过好，把生活过起来呀，对不对呢？那么我们有多少大学需要钱来改变教学环境，来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呢？啊，你说我们把钱捐给国外的大学了啊，那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先要受更好的教育吗？对不对呢？我们有多少科研机构需要钱来促进他们的研发呢？来促进我们科学发展呢？有钱是不是给捐助他们呢？戴瑟说了，我们去医院看看，医院里有多少人因为钱他看不起病，无法治疗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钱捐给他们呢？你说是不是呢？说良心话，如果我的家乡，如果我的国家的朋友老百姓们朋友们啊，大家都已经生活得很好了，不存在这些问题了，我的钱都没有吃不好饭的，没有上不起学的，大学学费都没问题，没有看不起病的，受灾了都不会有任何影响的，科研机构也不缺钱，大学水平质量全世界数一数二的，全是这个教育水平，那当这个时候我愿意再把多余的钱拿出来做我的大爱啊，捐给一些非洲的难民呢，捐给一些就战乱国家的灾民呢，捐给一些什么什么样啊，我愿意。但是所有这些我都是先解决我自己家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才能去有爱心帮助别人。所以说我想来想去，我有多少钱可能我都做不到这样，所以我永远都不会捐助。当然我也没有那些钱，对不对？还是刚才那句话，我先得解决我小家的问题，然后我解决我亲朋好友的问题，然后我解决我家乡的问题，然后我解决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的问题，然后解决那些看不起病的朋友的问题，是不是呢？这些都做到了才能。所以我仔细想了想，我有多少钱我首付我也不会捐助非洲难民，可能我这个人没有大爱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，感谢朋友们看老宋侃大山，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，关注老宋，咱们下回见。